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神心仪龙王震怒浪涛涌。哦，这个已经台词背到烂掉了。哦，因为这关卡实在真的是蛮难的哦，基本上已经重打好几次了。哦，指定中间那一只打吧。基本上他可以跟那个牛魔王做结拜了哈，关卡一样难，但是卡片一样没有很威啊。可以看到那个补血量实在是非常悲剧啊。不做全体攻击，我等一下就要悲剧了。好，这关他帮你补满血。啊，基本上这回没什么好攻击的，所以光跟暗自己稍微看一下位置哈。可以把你要的猪先做好。哦，我知道大家看不懂，哎，没关系，他转了你就看得懂。哼，这刚被人削到，没办法。哦，尽量做单体就对了。哦，因为我们要留下旁边的史莱姆来做一个哦，来做一个这个绿珠的动作哦，跟排叠珠哦，手动叠。哇，这很多哎，很多就直接丢吧。哦，直接丢要用力一点，看可不可以把它直接 K 掉。刚好要做到全体攻击。哦，这是自己要手叠。哦，不做手叠，除非你真的我。功力还蛮高的啦，不然基本上我一定是建议大家做手叠。这个我已经叠到烂了，真的。哦，一直一直打。哎呀，靠，这一定要放得这么帅吗？过来把它拆开，哼。可恶，我的不是转暗的。
个水珠要移上来。哎，火珠啊，讲错了。然后看可不可以天降三颗这个水珠，哦，就漂亮了。不是左边啊，好吧，这样也 OK 啦。好，第一回合就是一样哈，这个我们把我们手碟就拿来用了。哦，这个还做的还蛮漂亮的，这回合。哦，九 combo 基本上是理想值了，已经是理想值了。哦，可是他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不是给人漂亮的一个台面。尽量做单体，哦，因为全体旁边两只会被扫掉，就没办法攻击。那像现在台面已经太多，这个攻击猪没办法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还是要攻击啊。没办法的话，就尽量打大力一点。啊，可以错开就尽量错开。好，球大，这时候转一下，攻击太弱了。嗯，看一下哈。这个可能要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这个应该怎么转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台面上攻击就算蛮多的，当然我们是以高吸为主啊。让小弟在下我稍微研究一下啊，这个路径。应该是没问题。
好，来吧，洗手珠我用这一颗好了。哦，这已经是极限了哈、哦，这个我没办法再做更多了。漂亮，漂亮的天降，哦，舒服，真是舒服，哦，所以有些时候，这个一半运气，一半实力啊。哦，基本上之前我都是直接转啊，没有稍微看一下路径啊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稍微看一下路径再去打。哦，这个以上是东海龙王，哦，这个潜能解放，叮，神话级，好、哦、的一个示范，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